儿童呢也比较常见，就是腿不直。我们归纳一般就是叫膝内翻、膝外翻，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 X 腿和 O 型腿。所谓膝内翻呢，就是两个腿并拢以后，自然并拢，双下肢自然并拢以后呢，膝内翻呢就是两个脚踝并拢，两个膝盖并不上，我们说的罗圈腿、O 型腿。膝外翻呢，就是两个膝盖自然并拢以后呢，两个内踝并不上，叫 X 腿。但是这两个呢，一般五厘米以内，这个膝间距或者踝间距五厘米以内呢，有可能是生理性的，随着孩子的生长，有可能逐渐改善，自然就可能会减轻或者好转，不一定着急马上治。当然如果随着孩子复查，这个距离越来越大，或者超过五厘米甚至更大，那有可能是有些病理性的，或者是需要治疗的，可能要照个 X 光片看看骨头有没有问题。如果骨头没有问题，如果确实距离越来越大，有可能需要来治疗。对于轻度的这个膝内外翻，假如五公分以上甚至六七公分，咱们可以通过支具的治疗，每天晚上给孩子佩戴支具来矫正，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就可以治疗了，就好转了。当然有个别孩子支具治疗还不行，控制不住，甚至越来越大，或者是骨头本身有别的病变，那甚至有可能需要手术治疗。一般这支具呢，咱们肯定短期，你说十天半个月，那可能不会那么快见效，一般咱们要用半年左右，最好两三个月能复查看看。